性嫌犯，长得还蛮壮硕的。美女图诈骗交友，壮妹骗对岸少男心。交棒鲜活棒，金乌八尺我。交友钓到大白鲨，好伤心呐、啊！彰化县警察局警打侦四队，捉破获一个盗用网络美女帅哥照，以及时通 QQ 诈取对岸网友个资，投资赚暴利诈骗集团，逮捕39岁林志成等人，共三男一女，其中唯一一名女性23岁周小琪，让警方跌破眼镜，讲话都顿呆了。那女性嫌犯，长得还蛮壮硕的。身高160几公分，体重他跟警方报80几公斤啦。与他在网络上行骗所使用的苗条美女图实在是天差地远呢。警方在四贤窝藏的中市太平区一处高级大楼，起出13只行动电话、数十张易付卡、7部笔电、电脑、主机等，并发现该集团在今年3月开始运作，一人分饰多角，要求对方传送基本资料，要交给绰号阿进男子进行诈骗。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，在假借说他们公司可以，有一个投资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方式哈、哦，来诈取，男性或女性友人的一个个资这样子。至少已有10多人受骗，详细诈骗金额仍将深入追查阿进到案，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。懂新闻，出来混也是要有点分量。报道。